装不下去了。反正我现在在看 Apex 的 Twitter，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新东西。这些是 Apex Legend 中使用最少的传奇皮肤，你有这些吗？啊，如果你们有，就打上有；没有就打上没有，好吧？这真的很稀有，有的我都没见过。我，这什么？其实重点不在这儿啊，今天的重点在这儿。超稀有的兰伯特穿甲堡动画啊，直接用那个动力小子的腿把门给踹开。我寻思我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我总不可能直接把人家视频给放上来啊，所以我还是要自己尝试一下。咱们来一起试一下，看视频肯定不是很爽，而且未必是真的嘛，所以说还是要自己来测验一下。这个号是借的号啊，前面我已经排了一局，但是我一次也没录到，我就不给大家放了，咱放这个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回去回去，不是这个吗？我操，我录到了，兄弟们，太帅了，可算录到这个了啊！录了这么多，给大家总结一下：首先呢，你要有兰伯特的传家宝；其次呢，这个东西是随机出现的，你只要踹门，它就有几率出现。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很棒的话，记得就长按点赞键，一键三连。这是处理一个什么都会在前置。